学生很多，是是，我们常常讲多多多，我们也不知道是是我们陈芬兰啊，陈兰丽，陈兰丽，刘文正，刘文正，这个这个珍妮，珍妮，萧丽珠，萧丽珠啊，优雅，凤飞飞，优雅，凤飞飞，哎 ，Tina Turner，Michael Jackson 啊，不是，我是后面那两个人是没那个福气，来唱的刘老师，你在臭我，不不，真的真的真的，今天呢，刘老师的光临真的是非常的惊喜之外，是是是，还特别给您来个 surprise， 还要献给您一份礼物，是是是是是，为您邀请到了另外一位您这个应该算是您的爱徒啊，爱徒啊，是，所以是。我们来欢迎杨林小姐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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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谢谢谢谢干爹。杨林，您是叫您称呼老师是干爹啊？对。哎呦嘞，乖乖，您看看，光是认一个干爹，又红了一个明星，不得了。他的条件好啊。哦。连我的名字都是老师取的。这样子，原来还有这段渊源。先跟大家问候一下，来，杨林。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杨林。今天我们这个棚内就突然间这个让我们感到惊艳了一下。哎呦，怎么突然杨林出现？哦，自动啊，想请问老师了，进来打片蛮辛苦的。那我们要给老师打打气，这非常了不起。老师，您这个做这个老师，平常讲。感到很窝心的，不不，这您老了吗？不不不不，听说您跟老师中间有一段渊源啊，从前是这个叫不打不成器，被老师用扫把在摄影这个录音间追着打，可以讲吗？来来来，一定要讲，要讲当时的情况。那个时候十七岁嘛，录第一张唱片《我是谁》的时候，我是谁，然后。唱不好啊，那老师就拿着藤条冲进去啊。那时候在那个录音室嘛，有三层楼，他就拿着藤条就追着我跑。老师年纪大，跑不过我，我就躲到女生厕所去。他就站在门口一直这样等。哎呀，在门口等我出来。嚯哟哟，可见我没进去，要张飞他就进去了。这老师就厉害，老师真的很凶啊。秀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，他还知道我的个性。哦呦呦，你看看啊，当时老师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感觉到杨林真的很可爱，小的时候好可爱。